妈妈出去了吧？出去吧，超市。妈没两个小时，她肯定回不来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今天直播没有赶上，今儿啊可不能再错过转播了。终于没人管我了，你妈快回来了，快快快！哎呀，热死了！哎呀妈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拿开！你们想造反吗？欧洲杯四年才一次，这不是看球的标配吗？这叫标配啊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看球的标配。哎，待会儿姚明上场叫我啊，他可是我偶像。看欧洲杯不得配丫鬟吗？所以我赶紧买了就回来了。没想到这么点功夫，他俩又偷吃零食，气人！那买的丫鬟都是辣的，今天就给他俩做个不辣的周黑鸭吧。焯个水，去个腥，加点这小子爱的鹌鹑蛋。听说藕片才是卤味的灵魂，放两个干辣椒是提味儿，不辣。酱油最好用红烧的，颜色好看。加没过鸭货的水，就开始焖煮吧。趁这个时间还可以搞个鸭腿，表皮滑几刀，待会儿会腌得更入味儿。腌料嘛，基本也就这么几样。差不多卤味也该大火收汁了，哇塞，已经闻到香味了。盛个盘，再把腌好的鸡腿烤一下，先盖个锡纸烤熟，再把锡纸敞开，表面刷一层蜂蜜，再烤个一刻钟，这颜色才有食欲嘛。哇塞，这颜色烤的真绝，牙齿就得卤得烂乎才好吃。这锅不辣版的居然也能这么好吃，真的是绝绝绝，这才是标配好吧。哇，真好饿了。好香啊。阿姨，外国的品牌怎么还起了个中文名啊？这可不是国外品牌，这个马以亮作为中国科技品牌，可是欧洲杯的官方合作伙伴。今年的得分王奖杯是他们携手打造的欧洲杯区块链奖杯，这个获奖球员的成绩啊，还有那个精彩瞬间，也会上传到马以亮上永久保存下来。哇，你懂得很多。哎，儿子，姚明什么时候上场？